角色哎。今天呢，为什么选狠角色，又唱又跳的、啊？其实很多次，像是那个靖雯还有罗平哥，他们都会说，为什么你看起来很淡定，你都不会紧张？是因为我们太弱了吗？这样问我。可是你们，的确是啊，你们不是啦。可是其实我只是就是外表看起来很冷静，可是其实我每次比赛的前一天晚上我都会失眠。是哦。对，我就是眼睛闭起来之后就开始想，就跑歌词，然后跑舞步这样。对，压力很大。可是今天要加上舞蹈，对啊。你看今天大家分数都那么高，你还要跳舞。可是已经选好了，就没办法，对吧？因为其实，我会蛮希望每次在舞台上都是一个新的尝试、新的挑战，对啊。可是这么大的压力，如果给你，你都能过的话，那表示你在成长了，对不对？我们先听评审来讲评，王志平老师，请。新田，你今天一身劲装，真的是狠角色，我觉得你辛苦了。今天这首歌呢，的确是不简单啊，就是真的你费了很大的力气。在你的舞蹈上面，那、哦、那我只能说，那就看了。哎呦，这罗平的命有那么硬啊？奇怪的课谁给谁倒啊？啊？哎，再听个评审呢，洪敬尧老师。今天真的就像这个狠角色的歌迷一样，真的是狠角色，我们的卫冕者不是那么好打的，真的是很硬。其实他的歌型哦，真的是唱出来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就是 power， 就是你要让我们听到一种生命是属于那种会让我们感动或者会让我们吓到的那种，就是一个 power， 一个生命力。在一些可以挑剔你的，要让你更进步，只有在拍子，因为他歌的原版其实他是有一点 double， 噔噔噔噔噔，他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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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为什么他爱情在钻来钻去的，其实这里是反拍，还有只有我能为你解心里面的渴，这几句都是要在反拍的那个切点要切得很精准，哦，也就是说这个力道跟弹性要在这边发挥出来。那我觉得新田在这里表现得有一点硬。这边如果可以再改善，再让它更准、更有弹性，那这个歌无懈可击。好，谢老师。黄善亮老师，请。我走好了。我自己真的很紧张。这是个非常难唱的歌，因为要做这么多动作、这么多舞蹈的设计，然后你的中气一定要还要保持住，好，那稳住那个声音的稳定度，我觉得你都有做到啊。好，希望今天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好不好？大家稳住，好 ，OK。谢谢老师。这张黄牌是给罗平吗？还是给杨倩石？我想要先躲在黄俊仁后面，我不太敢看这分数。等分数跳完，我再出来。你有什么话送给罗平？但是我会讲话、啊。你有话送给罗平吗？现在就要讲了吗？对他有可能92.6啊。如果真的不幸的话，我就撑到你回来为止。好不好？我想一人拿一张黄牌比较安全。对，如果说我这一次走了，你下次也跑不掉。你走了，我就真的我就没有什么，对，没有对手了哈，不是对手了，没有伙，没有伙伴。哦，没有，没有一个可以切磋的，没有一个拿黄牌的伙伴。对，搞不好你走的都是女生，哎，然后就一个男的，众星拱月也很幸福啊。三娘教子，主要是不现在是阴盛阳衰的一个世代啊，我跟你讲，小心。罗平这首。哇，那变偷呀，能获得几分呢？评审，请给分。今天带来了最拿手的歌中剧，分数来到87、88、89、90、91，速度非常快，92，小数点继续跑。恭喜等等，92.4分。啊，好险！对不对？我不能小看他，他还是好他还是挑战者哎。对呀、啊。对。那这张黄牌要不要先给呢？黄牌不一定要先给，对，不能先给啊。他万一是杜新田今天没有挑战过关的话，对，就不用给了，就不用给，大家都没有黄牌，好多挂的嘛。杨倩石回来变化很大哦。嗯，杜新田今天这首歌听完评审讲评，能不能超越对手92.4？
卫冕十六关之路会不会到此终止，还是继续挺进，或是暂时卡关？评审，请给分。面对这么大的压力，是否能够挑战成功？八七八八八九九十九十一，多少分数？九十二，小数点是多少？恭喜得乐，92.4分，卡关一关，持续卫冕15关，奖金维持60万元。明星组的张力，你看三个人92.4，一个人92要挂黄牌，老师说不公平，就是这样。来。啊！哇，没想到罗平平高分挂黄，我救了你一次，我现在又救你第二次。哇！对啊，你们两个上辈子应该有一些不解之缘呢。这是我的平安符哎，杨先生，五指麻前书。那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个战况总结。还是谢谢各种不同组别的所有选手们带来这么高张力的歌艺给大家，同时谢谢现场观众朋友给我们掌声的鼓励，谢谢非常辛苦也难为的 No.1 评审团，谢谢，谢谢评审老师，感谢用生命伴奏的孔锵大乐队，谢谢，更感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给我们的鼓励支持，别忘了每个礼拜六的晚间8点锁定明视收看台湾的某网，台湾 No.1，谢谢，下周见，拜拜，谢谢，谢谢导播。